已经软了啊，什么？鹤船了吗？鹤船，对，累呀。我们现在去哪里？去峨眉山。峨眉山呐？山顶。啊，对。看普贤菩萨。走。走了，给。干嘛回来？哈喽。 可以了，可以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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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了
漂亮哦，对，那边的云海不看了更漂亮哦，对，那边啥都特别清楚，山也很漂亮。有看到了吗？是你一样，小心他撞你中间，我都没有，在你后面呢，我一直在你后面。快点，全部出来，下雨天。 有那个俺，它往卡嘛。对。往肚子。很肥。很肥，吃到肥肥的。我看见那个猴子差点掉下来。这边有，这边还有壁雕，走过去拍壁雕也不错。这个瀑布是人工的，平缓的。哦，这边还有它很有名的峨眉山那个亭子，是吧？我们在这边拍半个小时，然后从这个右手边有个桥上的庙。
那个穿黑色衣服那个女孩子拿着照相机啊，对，转右就上车了。OK， 哦，给他的，好，给他。几点了？5:30，5:30。啊，现在5点了啊，半个钟头了，可以了。右手先转右，把停车场那边走啊。